款 TPD 合规的2毫升的换弹产品啊，大家可以看到。那我们始终相信呢，给消费者最大的便利性和极致的性价比是这个行业的终极方向。那基于这两点呢，我们首先解决的是透明油舱情况下的一个抽吸等待的问题啊。我们这款产品不用去按压底部的这个按键，真正做到了零等待直接抽吸。 那其次呢，无论是透明油舱产品或者非透明油舱产品，我们都能够给消费者更多的可触体验，那这是性价比的一个体现。当然呢，所有的产品最终呢还是要看口感，因为我们使用了 FEELM Pro 这个最新的陶瓷技术，我相信一定能给消费者最极致的一个抽吸体验。